这件中，各看的烟囱上每个监视器，哦，我们随时都要监视器监视咱烟囱的排烟的状况，因为现在环保的关系，环保的关系，就万一排黑烟呢，用环保机马上就来开单了，就罚了。所以我们从燃煤的蒸汽现在改成燃烧重油。好，各位看到电影，好，现在请各位继续过来哈。哦，好，各位看到现在这有两个轨，有两个。